看一下啊，白塔山没了，都在这里。今天就以这个白塔山给你表演一个神奇的遁体术，告诉你在朋友聚会的时候，告诉朋友们吸烟有害健康，咱们就在这个时候把它瞬间扫灭掉。注意看一下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棒棒糖就在这么一瞬间，哎，他就消灭了一只棒棒糖，是不是非常神奇，非常好玩？这个时候，朋友们会大吃一惊，有人就说了：“大师，你既然是鬼手，能不能再让他消灭一只？”哎，看一下，他又把一只消灭掉了。这一只去哪里了？有懂的、知道的高手，您可以把评论区留言，看看这一只怎么消失的。瞬间剩了三只，这可是真正的棒棒糖啊！注意看，想学会这一种玩法逗朋友开心快乐，坐下就在这里，学会了您也可以发个朋友圈，牛逼一下！